孟陀子居然死而复生，这孤山之地过于诡异。 小的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东西，但是小的感觉那个东西更可怕，他好像根本没有实心，已经不是人了。主子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孟陀子上了端木棋，看来是无差别的杀自己三观的闯入者，无法依靠身世攻击，以我截断修为好几关。 修为跌落，这第三关可全靠你了。 回，这才怪！不枉我准备千年，将你炼制成玄龟骨魁。阴险鼠辈，还敢在本君面前现身？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你能控制这些幽魂？ 该死的小辈，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法？等本君抓到你，会将你送入欲念地狱，永不超生。多谢前辈。还有一个，好了。孟陀子，你这副鬼样子是怎么回事？传说呢。 杀死第三关内的人，有赏。神识易主，这老头子被炼成了高级傀儡，还是这等修为，你是化神后期，灭世遁法，不要。 认得为师，很好。师父，一千年了，你还活着，你真的还活着？你想违抗主人的命令？哼，连意识都无法保留的蝼蚁，也敢对本座说三道四？伤我一人，生前该千刀万剐。 死后也一样。果然如端木棋所说，这手印
只能在玄武界。